红磡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一街之隔。那边的红磡体育馆每晚都开着演唱会，这边的殡仪馆同样每晚都开着演唱会。眼泪不要滴在先人身上，先人会舍不得离开的。 在世人的感受，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就是内行人和外行人的分别了。你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殡仪上。当男不传，男不传女是传统，可以的话，我早就当了。我都说了10万遍了，女人有月经，祖师爷不喜欢的。 这些话我已经听了30年了，文哥，你搞清楚，不是你的跟班，我做事不需要你批准的。我不会收这家伙一分一毫，因为我怕遭报应。如果你实在是看不过眼啊，大门就在那边。好走，不送。南摩师傅负责超度先人，殡仪经济则负责超度活人。 活人怎么可以被超度呢？不耻所谓。不是的，活人也需要破地狱，活人也有很多地狱。